注意呼吸。好，24个，24。好，走一个。25。每个单位的话推荐一名的话，我给连长请示一下，我过来，他问我扛不扛揍，我说没关系，这个扛揍才能进步。地方的搏击训练主要是以打计分输赢为主，而我们的搏击训练以实战为主。这个没有推好，为了迷惑他，不让他靠近你，防着，也不让他搂着你的脖子，然后打完之后上步一打，上步勾，勾，往回勾，走，试一下。哎，对，不错，走。这次主要是三个，拳、腿、摔。拳法呢，注重是人员的这个灵活，还有这个力量和速度。快摔的时候呢，要讲究的更快更准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感觉练搏击能让我有一种精神力量。开始！加油！加油！但是在通过这个集训以后，能够更坚韧、更果敢，而且拼搏、奋力，就是制服对方血性更浓。执行特殊任务时，能够坚韧、不屈、